仔细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禁闭室。郑当现在就被关在里面的，这是郑当，这辈子第一次关禁闭。也许，他就要在这儿度过他在七零窑最后的时光。这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你！ 为了能把你请进北院，为了能让你破译子密，告诉我，还会南院吗？还要回去是吧？ 贾秘书，请帮我接刘部长。爸爸，我是雷霆，我很好，一切都好。我想求您一件事情。是的，就是为了正当。 他对青瑶非常重要，不管怎么处分他，我请求你，不要让他离开青瑶。进来。 报告院长，小荣，来坐。院长，我想确认一下，您是不是七零幺最大的领导？是啊。那就好，我是来承认错误的。承认错误？子密是我自己偷来看的。 正当同志没有任何关系，要打要罚冲我来，请您不要关他禁闭，更不许开除他。处理正当是组织上的决定，不是我个人能随意更改的。谁能改？部里的意见。院长，我请求您安排我立刻见一下部长。小荣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院长，正当他是个好人，他真的是个好人。我是高铁，刘部长请指示。是，我马上执行。 跟我去接人。
你的话刘部长听到了，他让我把郑导放了。刘部长英明，谢谢院长。刘部长英明。请调查郑当同志的泄密行为极其严重，原党委决定并报上级批准，给予郑当同志严重警告处分，暂时保留其破译处处长职务，以观后效。欢迎来到北院。我刚刚挨过处分，但我今天心情很好。跟我来。告诉我，你觉得北院怎么样？小了点。不错，北院的大小不及南院的四分之一，但这是701最核心的四分之一。作为情报单位，它的任务和性质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看到什么？什么？风。风。我们的敌人就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而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在用毕生的时间练就捕捉风的本领。龙锦镇，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真正的破译员了。这里就是你的战场，子密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保障国防213工程是701的使命，也是你的使命。我会尽力的。怕输的人才会说尽力。接到了组织给他的任务，奉命前去破译一封日军的电报。在路上，
他的行踪暴露了，被汪伟的汉奸追上。一名地下党员为了保护这名年轻的破译员，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汪伟的汉奸活埋，而这位破译员也身受重伤。可他知道他必须得要活着，活着到达自己的战场。他的战场就是破译密码的地方，因为这封电报能否破译直接关乎着一场阻击战的部署和整支队伍的生死。那他最后成功了吗？直到战斗打响的那一刻，他也没能破译出来。八路军根据地遭到了日军精锐部队的突袭，独立团为保护后方转移，拼到了最后一刻，701名战士全部阵亡。从此，那名破译员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了，他要为这因他而死的701名烈士而活。后来，独立团就变成了特别单位701。那这位破译员现在在哪？他成为了701的破译处处长。这位破译员就是您，杨俊臣。我要你牢牢的记住，701不是数字，也不是代号，它是信仰。701所有的人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捍卫这个信仰，安能也是如此。他的牺牲只是沧海一粟，有多少像安能这样的人倒在了共和国前进的道路上。现在我要你接过这面旗帜，在我眼里，你非常有天分，你的天分是我们大家的希望，所以你要努力，要自信。你们将变得与众不同，你们的青春将变得无上光荣。当你们亲身经历了隐蔽战线的生死考验，你们就会明白，这个小箱子
对你们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安能哥哥，没想到这辈子我还需要帮你磕墓碑。干完这件事，我就要进北院了。不过我会常回来看你的，你也不用担心我。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一定会把题算出来。357。赵秋荣出列，下面宣布命令。经院党委讨论批准，特任命赵秋荣同志为行动处二科代理科长。赵秋荣同志，你的前任是整个701的榜样，好好干。请处长放心，我一定不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入列。我宣布，从今天起，荣金珍同志正式调入701北院破译处，参与紫密破译的专项工作。同时，他也是 Q 小组的新成员。荣金珍，入列。大家欢迎。你好，我是来报道的。啊，姚科长，荣金珍，你就是荣金珍啊？我们正在研究你的思路呢，很有想象力。来，大家欢迎一下。在这些天才们的掌声中，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我真的进入了北院，进入了破译处。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这里藏着紫密。不管怎样，我都要把这道谜题解开，这是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郑处长，对得起
安教官。找到了，我可以走了吗？嗯。这到底是大家的办公室，还是他一个人的办公室？我要向领导反映，他这么个搞法，要么他搬走，要么另外给我换办公室。严石。你跟小龙同志是一块儿招进来的，他做事儿一直都这么出格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他的思维方式跟咱们不一样，他以后还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这可说不好。老师，您还没去吃饭呀？任老师，是这样，这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推导出的一个数列规律，姚科长说让您帮我看看思路上可不可行，麻烦您了。去食堂吃饭呢？嘘，这不在这儿吗？今天我过生日，我们家老周给我改善伙食，纯肉馅饺子，刚送来，热乎着呢。你们家老周可真是模范丈夫呢。当然，攒了两个月的肉票，一次全用完了。走，一块吃去。这我哪敢吃呢？要被你家老周知道了，还不得恨死我？小白，小白。别去食堂了，姐这儿有好东西。姐儿，你有口福了。我吃不下。怎么了？荣金真欺负人。到底怎么回事？您不是让我请教他吗？我把数列规律送给他，结果他看都没看就发过来当草稿了。小杨同志，你先停停，我想跟你谈一谈。荣金真，我跟你说话呢。我怎么闻到了肉馅饺子的味道？你还没吃饭吧？那不然你先吃几个。
郑处，不管怎么说，这荣金珍不能再破译出丹下去了。再这么下去，我们的工作都没办法进行了。他再有才，也不可能一个人破译紫密吧？您看看，现在整个办公室都怨声载道的，大家情绪很不稳定。郑处啊，他现在在办公室那可是一人当官，万夫莫开呀、啊！他再不调走，我担心我这个老药。 那我也只好提前申请退休的了。而且他还不尊重人，向他请教问题，他看都没看就当废纸给扔了，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我压力很大。我听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来处理。小柳，到，通知荣金珍，让他马上搬离办公室。搬哪儿去？搬到我这儿来。 处长，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荣金珍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现在我把他搬到我这儿来，大家不就相安无事了吗？好了，回去工作吧。各位请回吧。小六，到。从今天起，我的日常起居你就不用负责了。 照顾好荣金珍，一日三餐给他打打桌上来。如果他熬夜的话，你就去二食堂把我的牛奶给他领过来。是。郑处，报告，北院门岗外有人闹事，他们吵着要见荣金珍。我不进去。 我是让你进去把他叫出来，行不行啊？哎，你别往前了哈，别动手啊！动手你可不是个儿，哼！我当主任的时候还没你呢。王主任，什么情况？报告处长，你来的正好，我和方子要求会见荣金珍。 我们给荣金珍同志送来了革命营养，助他一臂之力，早日破除紫密。鸡汤，报告处长，这鸡汤我整整熬了一宿，今天早上线条的味儿，我保证荣金珍同志喝了这个鸡汤以后，脑子转得快，紫密破得快。 是你面子大。
你叫我出来，他们就得把我请出来。瘦，嗯，明显，绝对的，不可能。我前两天还称过，来北院我重了两斤。我一猜就知道，北院那食堂什么破伙食啊，根本吃不下去。哼，我做出决定，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周都给小荣送一锅鸡蛋。那还得多付小鸡。多付，肯定多付。香吗？啊，还是收发室的味儿正。那的。哎，主任，你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都好。哎，大宝也好，代我向他问个好。没问题。齐领导，你呢？不好，没人下棋。快喝，喝完了下一盘。处长那位子坐着就是舒服啊！哎，丫头啊，我说你也真可以，你说你来北院才几天的功夫啊，就已经用上处长办公室了。这郑处长是活生生被您挤得到二食堂去办公去了。如果要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年我也考数学系了。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我看都看不懂。真是不得了，秘书都配上了。傻人有傻福啊，爸。哎，丫头啊，前两天我给我娘写信了，我跟她说我荣升为科长了，我娘别提有多高兴了。你说哪天我要是跟我娘说我真当上处长了，你说她得有多高兴啊。到时候我得给我娘配一秘书，不对，配俩秘书，一个负责帮她干活，另外一个负责陪她聊天解闷。你们笑着。赵处长，报告。你怎么进来了？我回我自己的办公室，要向赵处长请示一下吗？啊，我不是这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是来关心荣大头的，我替您督促他一下，我怕他偷懒儿。那个，您放心，他这算挺好。算的怎么样？咋着呢？我得把破译处以前算过的题都重新算一次。为什么？破译处以前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规律，也就是齐领导算出来的那个，但是我总觉得是错的，所以我得再重新算一次。那得要算多久？这是几十个人，半年的运算量。算呗。这样，我们的计算机已经投入使用了。我给你写张条子，你去找翟丽，他会教你怎么使用计算机。
我不去。为什么？我怕他。我欠他一条命。小丽，正处，我有一个重要任务需要你完成，请你用最快的时间教会荣金珍使用计算机。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他有点怕你，所以我亲自送他过来。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完成任务。是。那现在就开始吧。这是教材，你自己看吧。佳丽，书不是给你了吗？又来干什么？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对不起，我现在没空，我要去 Q 小组开会。哦，哎，不对呀 ，Q 小组开会为什么没叫我啊？会又不是我召集的，我怎么知道？本次清剿行动已经收网。潘森，你把情报处那边的情况汇报一下。是，我们情报处根据老鼠提供的线索，在宁州地区一共查获敌特存放武器的窝点两个，抓获敌特组织成员七名，只可惜只是一些收钱办事的下线，连老鼠的级别都不够，没有关于子民的发现。莫小云，你们监听处那边最近有没有截获到新的子民密报？我们监听处一天24小时轮班监听搜索敌台，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鹰眼的死对敌特组织的情报链是一次不小的打击。213工程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所以他们绝不会如此轻易的放弃。现在他们应该是在重新建立联络网，以前的敌台频率很可能已经作废了。你们必须扩大监听范围，时刻提高警惕。是。另外，在这段过渡时期，他们如果已经无法通过子密建立联系，就很有可能做出其他冒险的动作，搞不好就会露出蛛丝马迹。安能，
凯丽，你没事吧？没事，我就是有点头疼。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看看？没事，我睡一下就好了。那你早点休息。牵引过去和未来。